说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活在音乐里了。我生活的小城呢，有很多像我男朋友那样的人，他们都饱含勇气、希望，有面对困难从不抱怨的热情。我想，这也许也是蜜月的魂吧。我决定了，不回北京了，就留在威海，以后就在威海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舍不得这座城，舍不得那群朋友，更舍不得我爱的人呀。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为你做一件事情不行啊？不缺一个首席唢呐，但是我们那个小城真的很需要高质量的民乐。我想让更多喜欢民乐的人可以听到好的音乐，享受到好的音乐，这也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吧。哎呀，小莫，我真的没想到你能想得这么深，你真的令我很佩服。您过奖了。我来之前呢，我们乐队有一个大姐跟我说我是乐队的希望，可我觉得不是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希望嘛。我想帮他们。我其实来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我现在呢是代表小城故事多音乐公司的合伙人，跟你来谈合作的。我希望咱们乐团可以到威海建立一个培训基地，定期有表演，有文化交流。以威海为中心，可以逐渐扩散到其他小城。我希望有更多喜欢民乐的人，可以有机会触碰到民乐天花板。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？小莫，你的想法太好了，我支持你。谢谢您。Thank you.
微凉和曲文文订了婚，准备等文化街区完工就举办婚礼。黄金有了女朋友，接过了小城故事多公司的总经理位置。天天愁嫁的黄桃发现，最爱她的人就在身边，跟刚子走到了一起。老潘治好了女儿的病，拿出更多的时间陪孩子成长。丁毅和徐焕见了双方家长，两家人都特别满意。穆迪和白浪改变了许多人的命，也终于把自己的幸福紧紧握在了手里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。我离不开芈月，离不开生我养我的这座小城，更离不开这里的人。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真正感受到音乐的美好。我很快乐，你呢？